在全球累积无数粉丝，二次元最有名的那位虚拟歌姬初音未来，好久不见的新作品情报来喽！首度转战 NS 平台的初音未来 Project Diva Mega Mix 是本系列的十周年纪念作品，收录初音过去十年曾演唱过的90首歌曲，再加入特地为本作撰写的主题曲和10首新曲，总共会有101首歌的庞大内容。除了惯例的音乐节奏玩法之外，追加了只有 NS 才能实现的全新游戏模式，每首歌曲会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游玩。另外，这一次还将过往的 PV 用动画风格重新加工，收录的自定义模组也将暴增到300种以上，玩家将可以用全新的风格在 NS 上尽情的欣赏初音的可爱与帅气。游戏预计在明年2020年初正式登场，喜欢初音的玩家千万不要缺席他的这场10周年演唱会哦。